心挂起海烟，轻轻叹一声，我想你。将阮的手牵红，我惊时间无够，无够疼爱你，这么亲的牵挂，安怎痛分开？人讲好的约束，那到底？将我的手牵过，这位小姐，你是不是要先跟我说多谢？我是怎样跟你说多谢？我无叫你跟相打，是你跟伊计划。我拄则若无出手救你，你都去用欺负我呢？啊，去用欺负，也袂减一块吧？伊拄则也真正甲我拍了，我拄会当甲告，会当要求赔偿。你是我欠钱啊，所以用这种方法来赚钱。你无欠，那呢？只拍歹物件，你赔啊？你是讲对啊，唔对啊？你这人足奇怪呢。我拄则出手救你，我替你赔钱哦。嗯，好啦。啊！你就是啊，我甲你说多谢，讲都叫我用，都我用嘛。嗯，给你拍拍手，给你放烟花，那用的呗。你等一下。我甲你警告，我今日心情就歹，你莫叫。我嘛甲你警告，今仔日我拄到以前的女朋友哦，心情嘛就歹。你最好把我的手放开哦。哇，那安尼哦，你较早迄个女朋友哦，真正足欠，啊，这样赶紧离开这款查甫。是多一款查甫人啊？无办哦，搁要等英雄啊！你给我转来！啊！这下无摄到啊！拜托你莫搁辱我好无？你这浪费我的时间，浪费社会资源，我今仔日哦都是运气收歹，才会拄到你这个小查某啦。哦，你这是爱吃人豆腐小弟哥的。哎，我跟你警告，这句话哦，你给我收倒转去哦。啊，若无吼，我跟你告。那你拄啊骂我小查甫，我嘛会当跟你。你真正有够可恶的，我出手跟你斗三工的，煞让你当作是小弟哥。以后想搁愿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，社会风气哦，就是让你这款人误派去的啦。啊，你别闹的啊，看到我一边去啊。今日就算我不爱跟你告，你嘛爱跟我分析的。我先讲，不是应该。老，阿兄一个人哦，爱来搞我们的冰箱哦，要。亲爱的，啊，你总算来啊，嗯。看啥？我顶世人的称呼叫亲爱的贝英里。拍摄，帮我你操起桌。谢平阿姐嘞？哎，高武你来啊哈！谢平阿姐啊，来报案啦，帮你做笔录，咱先来等话紧。好。嗯，看不出来呢哦，哇，拍地出好事，早该才告知啊。请问你是谁？伊是阮妈啦，拍摄，只要伊啉酒醉就安尼。